看到就是地上冒泡，就是肯定有情况。就听见，对面爆炸嘛。那个老人就跑到马路这里，就在这里打滚。当时那一分钟就想到的是，先把人救下来再说。理所当然的一件事，人人为我服务，为人人服务嘛。这里是福建省莆田市一条热闹的街道，廖鹏的姐姐廖琼在这里开了一家洗车店。空闲的时候，廖鹏和妹夫张云虎会到店里给姐姐帮忙。很勤快的，我弟虽然说在工地上，只要有空的时候都来我店里面帮忙的。尽管街头早已恢复了往日的宁静，可廖鹏依旧忘不了那生死攸关的一分钟。当时我们就正在那边洗车，然后就听见对面爆炸嘛。这里是福建莆田学院南街附近，在2019年的9月22号，这里发生了火情。尽管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，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当时留下来的痕迹。当时在千钧一发之际，附近的三名群众冲出来救助一位浑身都是火苗的老人。附近的监控视频还原了当时的情况。2019年9月22号，马路上公交站牌下几个人正在候车，街对面的商铺也在正常营业，谁也没有想到一场意外即将发生。我感觉这个地上有冒泡啊，然后就是这个绿化带上面啊有什么，就甚至全部都会是来都跑出来，这个就是沙狼啊什么都跑出来，我肯定是不对劲。短短数秒后，地面突然窜出了一条火蛇，猛烈的火势迅速蔓延，巨大的爆炸声一下子引起了周围群众的注意。听到一声砰的一声，还是有，然后刚好对面呢，你就看到这边还是起火，就跑过来。当时我和我弟在店里面洗车，然后对面起火了，就是听见爆炸声嘛。爆炸是由天然气管道泄漏造成的，事发当时附近正在修理管道，施工造成了天然气泄漏，火蛇瞬间从地下窜了出来。我第一时间看到就是地上冒泡，地上冒泡，我就是跟那个员工说，这个就是肯定有情况，你要马上跟老板汇报一下。然后我在拍视频一半的时候，就突然找我。在附近开店的朱先生正要上前看个究竟，四周突然就着火了。这个马路上面不是有只要一个那个地方嘛，都一直燃烧过去的。然后你看这里，你看那个电线，你看那边都还有烧焦的那个痕迹。突发的爆炸和火苗瞬间波及了公交站附近，现场顿时浓烟滚滚。在公共视频中，一位正在候车的老人刚要离开，火苗已经点燃了他的衣服，老人试图将衣服脱掉却未能成功，他被火苗包围，很快便倒在了地上。老人脚步不稳，跑跑得比较慢，肯定烧得比较严重。浑身是火的老人在马路上痛苦地挣扎，情况十分危急。公交站周边都是火苗，而且火势在逐渐增大，火苗顺着马路缝隙在延伸。就在这一刻，只见三位男子手拿东西朝老人飞奔了过去。我跟张云虎两个人，我们什么都没想，反正就拎着水桶跑过去。看到浑身是火的老人，正在马路对面洗车的廖鹏和张云虎立刻拎起水桶冲了过去。当时我就在我自己的店里面嘛，和我弟在洗车，然后对面起火了嘛，爆炸了，然后我弟就提着水桶跑过去救人了。拎起水桶穿过马路，廖鹏和张云虎只用了十几秒就跑到了老人面前。与此同时，另一位男子也拎着灭火器跑到了老人的面前。刚好跑到那里的时候，那个兰州那边那个马警的师傅，我也看见他拎着灭火器，就跟我们两个人一起过来的。开拉面馆的马景德店面就在洗车店的旁边，
马景德和廖鹏、张云虎几乎同时冲过了马路，他们是在同一时间看到了着火的老人，又几乎同时冲到了老人的身边。马景德还未站定，就举起手中的灭火器，对准了浑身都是火苗的老人。然后那个马景德就把那个灭火器给把火给灭了，然后但是我们看见那个灭火器把火灭了，我们那个水桶水就没有泼上去，因为怕对伤者造成第二次伤害。马景德提起灭火器连续喷射，终于把老人身上的火苗全部扑灭。从老人遇险到三人跑到老人面前，前后只用了不到一分钟的时间，老人身上的火苗在一瞬间就被扑灭了。现场的火势很猛，看到廖鹏和张云虎跑向着火的老人，姐姐廖琼十分担心。很担心，真的很担心，因为那时候真的火很大，对，因为路边那些人都不敢救嘛，就我爹还有就我妹夫嘛，提着水桶跑过去的时候，那火势越烧越大了。火势还在蔓延，现场依旧危机四伏。此时的老人伤势严重，已经无力站起，他依旧处在危险当中。看到这一幕，廖鹏等人立刻将老人抬起，穿过马路，抬到对面的安全地带。当时我们过去的时候，我就看见他身上衣服全部烧光、烧没了，头发烧光了。我们抬的时候，我抬的是左肩。皮肤都脱皮了，抬到马路边上。看到伤势严重的老人，廖鹏的姐姐连忙拿来了毛巾垫在老人头下，他一边帮忙照顾老人，一边打电话报警。他们把人救到那边来了嘛，我就拿了一张毛巾去给老人头垫一下，就是给他垫住一下。后来我们打了120，然后来就是也打了119。看到他们抬着老人回到了安全地带，廖琼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下来。当时是很担心他们两个，因为看着火很大，我就怕又等一下老人救不下来，他们两个受伤了，万一怎么办？是我家的亲人，是不是？就抬到了这个位置。对，就抬到了这个位置。哦，因为我觉得这边因为这边比较安全，稍微安全一点哈。我看你们三个人的速度都是很快，都是跑着过去的啊。对对对，因为那个时候就救人要紧啊。消防车、救护车也陆续赶到了现场。由于三个人反应迅速，瞬间扑灭了老人身上的大火，但此刻老人已经无法站立。三个人又合力将老人转移到了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，并帮忙联系老人的家属，随后将老人送上了火速赶来的救护车上。此刻消防车也已经赶到了现场，对大火进行全力的扑救。经过消防人员的全力扑救，最终将大火扑灭。这辆实车的一个车都着火了，应该是顾客的对，顾客的车都烧焦了。开店的朱先生也介绍，当时火势太大，停在马路上的一辆汽车来不及开走，被烧报废。当时情况十分危险，所幸没有人员伤亡。就是火太大了，就是一部车就没办法开走吧，就是瞬间太大了，然后就是一部车就被烧掉，啊，对对对，烧报废了，对，烧报废掉，哦，那还有烧到我们这个就是店的广告牌也被烧掉，哦，对，广告牌也被烧掉，对对，也被烧掉。廖鹏姐弟和妹夫张云虎都是贵州毕节人，已经在莆田生活了十几年，平日里。廖鹏和张云虎在工地打工，业余时间就来廖琼的洗车店帮忙。谁也没有想到，平日里默默无闻的他们，居然在危急时刻反应迅速。很勇敢的，很勇敢的，我们家人都为他骄傲。对对对，救的时候很害怕，不过看着120把老人拉走了，我们心情也是觉得说为他们两个骄傲。救人这种事
我们还是为他点赞。当时你哪里会想那么多啊？我觉得重点是先把人救下来再说，自己受不受伤或者是后面发生的事情，那是另外一回事情。就是你会想到说，你有可能会想到说后面有可能是想到会自己会受伤会爆炸会怎么样，不过当时那一分钟就想到的是先把人救下来再说，就是别的事情反正不管了，就是先把老人救下来再说吧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受伤的老人被送上了救护车，送到医院进行救治，粉身的烧伤大概达到70%-80%，二到三度的情况。送到医院的老人情况比较严重，其中有那个就是呼吸道烧伤比较明显，然后我们就是重度吸入性损伤，哎呀，然后这个因为一个老人家他年纪比较大，一个是77岁的，年纪比较大。经过医生的全力救治，老人的病情逐渐稳定，慢慢脱离了危险。因为大面积的那个火焰烧伤，我们也一般就马上进行休克复苏，然后抗感染，然后这些一整套的，像营养支持啊，生前免疫啊，这些一整套都上去，然后整个抢救过程都是比较顺利的。如果抢救不及时，老人的危险程度可想而知。正是廖鹏等人的及时相救，才让老人有机会及时脱离险境。他们处理也是比较及时的，马上进行这个用灭火器啊这些给他处理完，所以说烧伤的面积，虽然说比较大，但是相对还好，在可控范围之内。你如果再大了，比如说达到80%-90%啊，那这个基本上，就是我们抢救成功率就非常渺茫了。这虽然是个救火，重点还是救人，对生命这个都是，可能你提前我们把火灭了一分钟，他就会对他这个伤害就会少一些。经过几个月的治疗，老人最终顺利出院。但是说明我们好了以后，因为他是老人家还要求康复，就是说能坐啊能走啊回去啊，所以说但是说明有点恍恍惚惚的，但是我们就是继续治疗，基本康复了然后再回去的。那个老人在哪里？就住在哪里？我不知道，我没打听过，就上这个莆田电视台那个人，他那个工作人员，我问他，他说，我说老人在哪里？我想买点东西去看他一下，反正看他伤势怎么样。他就跟我说，放心吧，他说老人没事。就在事后不久，廖鹏接到了当地交警部门打来的电话，电话里说他获奖了，让他快去领奖，这又是怎么回事呢？给我充了500块钱话费，他当时我们都不知道，我根本都不知道。莆田交警前几年，这个在莆田交警自己的微信公众号叫莆田行善，我们搞了一个栏目叫“全民随手拍”，就是鼓励老百姓。你发现有交通违法，你可以向交警这个举报；你发现好人好事，你也可以上传资料信息给莆田交警。我们通过视频可以事后就调出来谁做好人好事。原来，莆田市交警支队创办了一个“全民随手拍”的活动，目的就是为了发现那些做好人好事的市民。请少先队员为他俩送上鲜花。廖鹏三人获得了最美文明交通人的称号，电视台举行了隆重的表彰仪式，鼓励更多的人向他们学习。莆田市呢，开展的新人新事新风活动，由县都横渡县这三个年轻人一言行为的典型，他们呢每一个都是鲜明的价值标尺，引领着我们整个社会重夺线上见贤思齐。一个好人带动一个家庭，一群好人温暖一座城市。救人的拉面馆老板马景德已经回到兰州老家。一切的出发点，他就是以人民服务为重，是这样的。
所以我们就啊，人人为我服务，为人人服务嘛。那社会和谐了，社会有文明了，那我们，所有的人类他才能健康的生存。所以这是我们的这个职责，啊，应该理所当然的一件事，这是我们的义务，也可以说做义务。接手拉面馆的老乡也对他的行为表示敬佩。我这边过来差不多一个多月，然后我们收拾东西的时候收出来他一个奖杯，然后他老婆就给我，他妻子就给我介绍说，这是他那天那着火的时候他救人的时候发的奖杯，助人为乐嘛。也对于这社会上来说的话，助人为乐啊，这些都是一些好的品德嘛，也是值得我们这些做拉面人的这些应该学习的，也可以算是会对我们一个榜样。一座城市的美丽不仅在于它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底蕴，而且还在于它的人文之美。在危难时刻，一群好心人的热情相助，让我们看到了这些普通人身上淳朴和善良。好人就像阳光，让我们的城市更加温暖有爱。